心理学，你最喜欢哪一款拖鞋？测你对另一半的感情真的不会变吗？ A. 感情不变指数，你们之间的感情很深，你是一个感情经历比较丰富的人，知道怎么和对方相处，当感情出现问题时，你们能够用成年人的方式去解决，同时你们能够彼此信任，彼此依赖，有着共同的爱好和目标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你们也越来越离不开对方，所以你们一定可以相伴一生。 B. 感情不变指数，你们之间的感情还算稳定，但是也在慢慢发生变化。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互相信任，适当地给彼此一些个人空间，但你有些敏感多疑，总是会怀疑他，他也能够感受得到，所以他有时会觉得很失落，时间长了也会觉得很累。如果你能够给对方足够的信任，你就会有不一样的爱情体验。 C. 感情不变指数，你们之间的感情存在着比较大的变数，你的另一半是一个比较多情的人，对于你们的这份感情并没有那么在意，所以你很有可能会受到伤害。最近你应该会有比较深的感受，你觉得对方总是心不在焉的，也不再像之前一样会时刻联系你，你不愿相信，总是安慰自己是他太忙了才没有时间陪你，但是你的心里很清楚，对方只是没有那么爱你罢了。 D. 感情不变指数，你们之间的感情比较稳定，对方成熟稳重，能够包容你的缺点和脾气，单纯善良的人总是能够让对方想要保护你疼爱你，你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，配不上对方，在他面前你总是不喜欢发表意见，但是他会试着引导你，让你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因为有他你变得更加自信，他也更加喜欢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